哈喽，Hello, 大家好，我是魔王。今天的话，哎，没有要、啊、来跟大家开箱玩具，又或者是组装模型的系列。魔幻这边在上个礼拜呢，是刚好收到了一个三 C 类型的产品，也算是心心念念蛮长一段时间的。今天的话，就运用点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一下魔幻这边啦、啊，什么时候变成这个三 C 类型的开箱平台，其实也不完全是魔幻会入手这个东西，纯粹是因为它的外形、它的造型真的非常非常的特别。那这边的话，魔幻也就先不多说了，先拿一下这次。 的外盒，相信有部分的观众看到前面的片头影片，应该是已经猜到了，没有错，魔们这次入手的就是我们头文字 D 的无线滑鼠。魔们一开始会知道这个产品，其实也是先看到别人分享的文章，那个时候呢是预购即将截止的阶段，登入官网呢，哎，发现虽然是日本的网站，但是呢是可以透过其他的代购平台来进行下单来进行下定的。台湾这边如果你怕麻烦的话，其实也是有部分的厂商有来做这个招单的动作。 可是呢，魔安发现啦，价差上面呢，大概是会差五百到六百块台币的部分。最后啊，魔安这边呢，还是选择自行的管道来进行预购来进行购买。目前为止，这家厂商啦推出这个无线滑鼠头文字 D 的系列，也是只有推出我们 A 一八六的款式，分别是推出两个版本，前骑行以及后骑行的样式。目前大家看到这个啦，也就是这个前骑行的版本，那最大的差异其实也是在于这个引擎盖。后骑行的话呢，就是设计成黑色的这种感觉。 到滑手的时候，厂商这边很贴心了、啊，还放着自家的这个 DM。后来才看到呢，才发现说哦，原来之前自己有一些很喜欢的这个车子的相关周边，都是由他们家所推出的。像是正面所展示的这台 j i m n i 呢，它其实是一个简易型的面纸盒。那前面的引擎盖呢，是可以收纳一些小物。之前萌安看到了，也是很想要来进行预购。那转到后面的话呢，这个福斯的面包车呢，其实也是一个简易型的面纸盒。这个的话，在台湾呢是有部分的厂商是有引进的。 魔安曾经在百货公司啊是有看到过，可是价钱上面也不算便宜。稍微打开之后呢，哦，这边是一个简易的补足说明，以及魔安这边的购买证明。除了大人的东西之外，连着小朋友的后背包啊，又或者是这个行李箱呢，都是有做成车子的造型。这边部分再打开，中间的话呢，就是我们的行动电源。这边的话，竟然是有推出保罗沃克的 R 三四。哎，魔安自己是很想要这个行动电源，不过啊，有关电池类的产品要自己引进，好像是比较麻烦的。所以魔安这边。 之后可能还是会再考虑一下，到底要不要来进行购买。另外在右侧的地方啦，没有错，我们小型的随身碟也是做成车子的造型。那在右下角这个部分呢，就是这一家专门制作这种无线滑鼠的系列。其实，在比较早期啦，魔幻就已经有看过他们家所推出的这种滑鼠。当时的话，在台湾呢，推出的价格大概也就在两千五百块、两千六百块钱左右，价格上面算是稍微昂贵一些的。但是这一次啊，魔幻自己购入的话，定价的部分其实也就在台。 比一千五到一千六百块钱左右，那再加上国际运费的部分，大概是在两百到三百块之间。所以魔丸这次购买价钱啦，大概也就在一千九百多块，还不到两千块。虽然说价格上面好像都已经可以买到所谓的电竞滑鼠啦，可是呢，魔丸还是被这个造型所吸引到。再加上魔丸呢，其实已经将近十年左右的时间没有换新的滑鼠。哎、欸，这边啦，魔丸真的没有要来夜配，可是呢，这一家推出的滑鼠真的是非常。 非常的厉害，差一个题外话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啦。魔安到目前为止呢，不管是工作啊，又或者是玩游戏，都是使用这一颗耀月所推出的 Level 十 N 这一颗 Level 十，在好几年前其实就已经停产了。那魔安正式入手的时间也是在读大学的阶段，大一、大二的时候，当时的价位也不算便宜耶，魔安购买大概是将近三千块左右的价格。虽然昂贵啦，但魔安也是被这个外形所吸引到。当时他们家也特别标榜是请的这个 B N W 的设计师来。 来去设计这颗滑鼠的造型，除了外形上面很好看之外，当然该有的功能呢也是全部都有啊，像是这些快捷键的设定啊，DPI 的设定，又或者是我们滑鼠基本的高度啊，以及左右的调节呢，这边都是可以按照个人的喜好呢来去做部分的调整。唯一的缺点也只能说，这颗滑鼠真的是怎么用都用不坏啦，到现在还是头好壮壮。那再加上啦，其实呢，现在所推出的滑鼠又越来越像以前的这种样式，也可能是为了走比较符合人体工学的路线，所以呢也就没有。 像是这种这么花俏式的设计，一直到了这一次啊，头文字 D 呢又推出了这种车子造型的滑鼠，是真的很吸引到魔丸，所以呢才会特别入手。至于之后有没有办法完全替代这颗 Level 时，魔丸觉得还是有一定难度啦。但不管怎么样啦，这段时间呢可以用不同的滑鼠，魔丸觉得也算是蛮新鲜的。那这边的话啦，魔丸也就不再多说，我们就直接开箱了，来看一下里面的东西。 整体的重量其实算蛮轻的，魔幻稍微看了一下，大部分的用料呢，应该都是使用这种塑胶的材质，塑胶的方式来进行制作的，所以呢，跟这一颗我们的电竞滑鼠呢，拿在手上，明显呢，大概是少了一半左右的重量。魔幻这边呢、啊，是已经装了一颗三号电池，也因为是这种无线类型的滑鼠。除此之外啦、啊，其实，在车身上面的设计，魔幻觉得还算是蛮漂亮的。首先呢、啊，在轮胎这个部分呢，车框这边呢，也是有使用不同颜色方式来进行制作。装到前面的话呢，像是这 我们车灯这边小小的细节啊，这种方向灯以及下面的这个车灯呢，都是有制作出来的。当然，连着这个车标这边的设计呢，也算是蛮精致的。另外，转到侧边，我们经典的田园豆腐店呢，这边的标志当然也是直接用印刷的方式印制上去。那在后面的部分呢，这边车灯的设计啊，以及这个车标部分呢，都是有完整还原的。上面的玻璃啊，一样是有把这些细节呢给完整还原出来。当然了，连着我们后面的排气管呢，也是有稍微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来。 进行制作，整体来说啦，其实也很像是一台这种静态的模型车。如果直接摆在办公桌上面，人家可能也找不到你的滑鼠。但以滑鼠来说啦，也因为它的车型设计，其实还算是蛮符合人体工学啦，握在手上呢还算蛮舒适的。另外呢，在这一个头文字里的滑鼠系列，只要你购买，官方一定都会再附赠一张原画作的滑鼠店。官方这边啦，好像是有两种不同的图案，是随机赠送的方式。那魔幻这边拿到的就是拓海跟 A 一八六的合照，也算是蛮好。 好看的，最后的话还是回到我们的滑鼠功能的部分，也简单跟大家说明一下。转到底部的话，除了这边要安装一个三号电池之外，另外侧边有一个小小的插槽，我们把它拿出来，没有错，这个的话就是无线滑鼠的接收器，把它插进电脑呢，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使用。不管你是 Windows 的系统呢，还是苹果的系统呢，都是可以来进行应用的。另外在前面这边呢，还是有一个小小的开关，其实呢，它这边虽然是写 on 跟 off，最主要在中间呢，还有一个 E C U。 也就是这个省电的模式，其他的差别呢，魔王也简单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啊。首先我们先开到全开，那这边大家应该可以看到，没有错，在车头灯这边呢是会来进行发亮的。另外呢，我们转到车尾灯，没有错，这边的话呢其实都是有做这种灯光的效果。那在相同的使用模式情况下，如果你不想要有灯光，就把它切到这个省电的模式，那这边车灯的话呢就会直接来进行关闭。这个部分的设计啦，魔王觉得还算是蛮不错的。当然使用。 完毕之后呢，再把它关到完全关闭了。那这样子的话呢，也就可以延长我们电池所使用的时间。简单的几个功能啦，稍微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当然，实际上它还是一颗滑鼠啦，所以呢，在使用上面到底好不好用，魔丸呢也要使用之后才来跟大家分享。回购买这一颗滑鼠，当然还是看上我们这个 A186 的造型啦。那在价格上面呢，也不算特别便宜，所以魔丸这一次啦，其实也就不太推荐大家入手，除非啦，你跟魔丸一样是真的很喜欢头文字 D，在家。再加 上呢，你也是好长一段时间没有来换华硕，想要换一个来转换一下不同的风格，当然呢也是可以考虑来进行入手来进行收藏最主要啦，这个头文字 D 的系列呢，摩安记得也是属于这种限量限定品的方式来进行贩售。虽然说是日本国内地区限定的，可是啦，你只要进到官网呢，还是可以透过这种海外代购的方式直接去购买到。这次啊，难得的三 C 周边开箱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，希望下一次啦，摩安来跟大家分享三 C 周边是来开箱这个新的机。 魔幻这边啦，最近也是很努力在存钱，希望是可以在四五月份的时候顺利来替换这个机身的部分。之后有更多的消息呢，当然也会再持续来跟大家更新，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好了，那今天的影片呢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。我是魔王我们下期影片再见，拜拜。<noise>